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边你看 ，A 哥今天也理了一个发，你看 A 哥这个发型多时尚时尚，这还来了一刀，而看我们这个发型，哎呀，昨天翔哥那个捣鼓的那个出门，很多人觉得这有点像汉奸头，真的，我这中间稍微分开，那不跟汉奸一样的，我这一气之下。理光了，我都不找翔哥售后，知道吗？他还说不行了再找他，我说不用了，这我们还是在这个真真这边喝茶啊，等会儿晚上一块儿还是去买点螃蟹，立个 flag， 就来，别你说我。高真真下个月18号左右绝对瘦下来20斤。先去称一下。对。对。那个，我去年从5月份开始减为149斤，你有2斤到109，花了5个月，我都没记录。啊。那时候你在身边的话多好啊，帮我记录一下。你我不用减，我不用减。我昨天称了130。130，现在你要减到多少？110。一个月10斤嘛，至少。啊，那就110嘛，加油，对，录下来。110，我130啊。130。就120啊。哦，10斤啊，我还以为10公斤呢。晚上我们考虑了一下，还是在我们洋洋姐这边弄点螃蟹，她这螃蟹活的好。老板娘，螃蟹。要不老板娘。就这个肯定。我们今天晚上。大概4个人吧。哦，小心点。对，来上几个，来上5个吧。啊，5个能坐下吧？那个锅。我感觉要清蒸。清蒸是？那就是拿上个。大一点的吧。就这个，它藏在这儿的，这个可以。我们今天。这种是母的。母的是吧？下面嘛。啊。你看这个可以，对，来，那个集好，可以，来，给，拿六只，够了，现在4只了，5斤了吧？一，我也看不懂，你挑的，我你数一下，个，今天没跟我们杨洋姐他们打麻将啊，活的是啊，对，下线就是杀，3200，好了，要说是4只清蒸的话，那不用宰了，不用宰，就直接蒸，哎，我们回去。陈默，我们回去，我们那个锅有办法清蒸吗？有吗？买了点青菜，萝卜，嗯，对，晚上喝可乐是吧？那再拿一个那个什么，再拿个果汁儿，对，拿个果汁儿，一个可乐，一个果汁儿吧。螃蟹3000，这个1400，哦，今天晚上的菜已经是采购好了啊。对，这段还录着呢啊！你说的坚持到底啊！我想说这个车快到了，我们得准备出发了，啊，还有300米，2分钟以后。今天晚上就是我 A 哥啊、陈默还有我们王哥一块儿回去了。5点钟左右啊，我们准时从茶叶店下班。我每天去打个卡，喝个茶。然后过会儿就开始堵车了，今天的活儿有点多，平时我们都是2只3只，今天一下干到6只，哇，直接把牙刷都钳住了，对，人家心想那刷你妹呢刷，我去，这好猛啊！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类呀，太狠了，强人啊！陈默最近处理螃蟹是越来越娴熟了，那必须。OK， 它这螃蟹肉都挺多的。我们现在是冷水下锅。哎，这你再和到呀。哎，我还以为你这不要了呢。不要了。啥家庭啊？这个真的是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那我就盖子了啊。这锅还很流皮哦，这个上面还带这个温度。对，然后再放个这个，好，先煮开水还是来？先烧开水，先烧水吧。还是你们广东人讲究呀！我操，这怎么还要打个这个
这个米的这个磨子，对，对，你要说是调个那个牛肉、猪肉的那个浮沫、血沫，我还能理解，真的。兄弟们，哎呦，把他们冻硬了，冻晕了，绝对可以了，哎，直接蒸啊，对。哎，还有一只，等一下。来，嗯哼哼哼哼哼。同乡。那缘分。同年同分。上路了，兄弟上路了。下辈子投胎做个人。反向吃。你们是好兄弟，你听说，你们是好兄弟，真正的好兄弟。好了，上路了。我们这边这个螃蟹还放了点这个猪肉。这个我也没有太理解为什么要放猪肉。哦，姜丝好像没有放，是不是？就对啊，没有姜了。有姜啊，还要加点姜是吧？对，来点姜丝儿。你这放的都是姜块啊？没有，我怕姜丝太浓，然后就放姜块。放了没有？放了，有就可以了。放姜块了，反正。放这放放放这放这，因为这个壳上有那个黄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有的。对呀。公的不？对呀。嗯。对，还是有点多水，还有点多水，我就水，这下多了吗？水多了，这个米快融了，这个米不耐煮，这个，对，顺时针搅，就一个方向，不要搅来搅去，你看这个螃蟹壳，哎呀，我都跟你们混的，我都会做这道菜了。对，加盐是吧？我就觉得上面没个油芯儿，按理说应该会搞点油，再加点黄豆酱。对，咸的就没得救了。加点黄豆酱，不够再加黄豆酱。不够再加对黄豆酱就可以。真没黄豆酱，你不是有那个吗？我有豆瓣酱。豆瓣酱一样吗？豆瓣酱也可以吗？是不是一个道理？是不是一个道理？还花生酱这个，要求有点高了。放了点油。唯独就是这个小锅烫这个菜，它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。那个头软嘛，对，软的像叶子就快了。烫个青菜，哎，这个是油麦菜，哎，不是菜心，就那个油菜花那个菜心是吧？不是，油菜花是油菜花。哦，好了，噔噔，哇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，嚯嚯嚯。四只螃蟹啊，今天简简单单在家里聚一聚啊。嗯。哦，这个最后再放点菜。这个和到和到，哇，可以了。哎，盛粥，先分粥。弄个筷子吧。哎呀。好了，够了。不够了。好，这是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来吧。就这样子，就放到这个粥里。我喜欢的氧气哈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没有钱了，没有用了。我也觉得。啊，整一点就。等一会儿。这个壳给你吧。等一下线，我放不下了。来。对。我不要了。好，粥分完了啊。哦，来，看一下，先来口粥。呼。嗯，这个绝对没毛病。芒果你团的冰，昨天那个嫂子，他也下，他没有我这么严重，他没这么严重吗？嗯，可以。那他也是打西美国流炭吗？我不知道。他也是打西美国流炭，昨天我跟他聊了一下，他也是打西美国流炭。嗯。要不要拿一个碟啊，这么玩过来放骨头啊？哦，来个大的。对。来看。换个口味儿啊！天天要么吃民宿的，要么吃外边的，啊，还是自己做的，更有家常的感觉。嗯，两个这么小的。这个味道非常棒。对，中场休息一阵，先喝一杯。一人还有一只大螃蟹。啊，
你别说，蘸了这个酱确实符合我的重口味儿。嗯，像他们吃的太清淡了，啊，你像我们这个，你看再来点儿。怎样？没客气啊。反正都是包干架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先从一个小腿来起。然后再蘸一蘸，嗯，这个螃蟹也便宜，嗯，螃蟹不贵，杨姐那螃蟹都活的，等哪天打他牌赢了钱了，就拿个龙虾。最近这几天战绩都不行，哎，一看就是内陆人跟住在沿海人的吃蟹的区别了。为啥？我发现是鞋底是不会去蟹的，本身就不太会呀、啊，对吧？你看吧，小莫，他那个腿呀、啊，里面的肉都挑出来吃的，你这不就是咬把它咬烂就算了？咬烂，你看我留意很久了。能说就说，说不了就去对对对了。我们这个水平就这样了。那你看那个，哎，哪个地方人？广东那边吃的很干净的，嗯、对呀、啊。那个，我看抖音上有的人不是说。什么哪个盘锦吗？是哪的人吃那个田里的蟹？哇，那个更快呀、啊，这个比我还猛，感觉就嘬了两下，唰唰唰就没了，嗯，我们就这样，啊，不行，太浪费。第二节我也是再嘬两下吧，再。哎呀，今天就37了，哎呀。我们这真的37岁。来，对，我们碰个碰个蟹吧，碰个蟹，来，碰个蟹，谢，来，谢，好了，敲一下就好了。你这个小伙子很年轻，录着嘞，但是我咬不开这个，我太疼了，这个应该敲一下，可以，蟹黄，对，来你帮我把我这个也掰开呗。哇，这个我刚才嘴都被扎了。这个螃蟹确实是个头大，对，1200先令一公斤，对，你这个打开看一下。1200一公斤，对，我六十多块钱，对，嗯，一公斤，它那个里面是180，嗯，18块一。国内这样这个得多少钱一公斤？哎，那个也还行，是吧？我先来一口，你们慢的不辣。你用这个大盘吧。嗯。啊，王哥，你用那个大盘，你就把那个大盘端在你面前就可以了。我感觉。嗯。爽。我给你这个。没有。啊，没看出来了。啥也没有。哎呀。就是他那个黄多。呼呼呼呼呼呼呼。最终我还是拿刀敲的啊！哇，这个肉真的是无敌了，这么多。哇，爽，他这个我就直接找一个调根儿舀点酱，别太多，哎，对，这样子来一勺，哇，可以，嗯，哇，这个肉好厚啊，嗯，好结实，这个才是专蟹肉棒该有的感觉。嗯，肉太多了，哎，你说到非洲来，完了，刚一个刺儿扎到我的手了，不是蟹，嗯，是那个蛇的那个，真的，对，没事，它不留在里面，啊，没事，这里杀过毒了，我看，嗯。啊，你别说，螃蟹吃多了也撑得慌，真的。还是我来压个青菜压一压。嗯，都有点浪费，实在是不太会咬。这边是我浪费的，你看一哥那边。
那干干净净，都是会吃螃蟹的。腿都剃得干干净净，里面的。对呀、啊，像我这个，我都咬烂就算了。意思意思，有个味儿出来就行了。我还是吃点这个猪肉的这个粥，嗯。把这个猪油放这里。啊，行。嗯。这个粥是真好吃啊。